那你会发觉，他命运就改变了，你就有感应了。但是我们以前找医生吃药，都想着我怎么样不要痛啊，甚至医生来了，我要抢药，踏过别人，我儿子比较重要，别人不重要。所以一个很简单的，你希望你儿子乖，那你每天都在想着，希望全天下的小孩子都乖乖，都不要跌倒，都健康。所以你思想改变了，所以你做的事情就改变了。为什么？不自私了，别人不做的我来做，别人要做高位我让你做高的，我来做低的。因为你把别人放在你头上，你把众生的事情超过你自己了，这个叫慈悲心啊。所以因为如此，所以念观音菩萨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以这样的心态来为所有众生做供养，好不好啊？因为佛经说，你在这个世界布施几百亿美金，还不如在佛前供一朵花的功德。为什么？大慈大悲，哇，这么圆满的力量，你去供养到了。因为佛陀是世间叫无上福田，就像各位做个比喻好了，你给你儿子1万块，还不如供养你爸爸1块钱。你爸爸你供养他1块钱，超过你给你儿子几百万的功德。为什么？爸爸妈妈对我们有恩呢？所以这些佛菩萨，他为什么福报那么大，力量那么大？他就希望来所有众生离苦得乐，他是这种心跟这种行为。所以那当然力量不一样。所以各位在家里要经常供佛，供香、供水、供灯、合掌啊。所以在我们在佛前念经也是供养啊。我没有骂人哦，我念经哦，佛高兴。所以我们现在，而且各位做供养，虽然功德这么大，但是不要为了自己想啊。我希望我这个供养用慈悲心，让非洲啊，让没有福报的地狱恶鬼啊，透过我们的供养，让他们有福报，让他们脱离地狱，脱离痛苦，脱离轮回。念一下，用慈悲心供养，这才是真正的供养。所以佛陀说了，你用百千万亿黄金去供养佛像，做什么善事，你还不如用慈悲心布施一颗米给小鸟吃，给可怜的众生。所以各位，就如果你愿意得到更大的力量来帮助众生，那我们就要开始学慈悲的方法。再来，我们要念这个不空摩尼供养咒，念这个咒，所有痛苦的众生，特别地狱道、因缘道，马上就升天了，那这是极乐世界。那我们自己身上也消无量的业障，所以礼佛一拜，罪灭河沙。用身体来拜佛，用嘴巴来念佛，都可以消无量业障。所以地藏经说，就算有一个这一辈子做了很多坏事的人，他要死之前念一句地藏菩萨，他都不会下地狱鬼道畜生道。所以台湾每一个监狱啊，只要有执行死刑的，外面一尊有一尊地藏菩萨，那慈悲啊。虽然他不得不接受这个痛苦，但是希望他永远脱离地狱轨道，有机会再修行。所以同样的，我们做了这么大的供养，那更要把这个供养的功德来帮助所有痛苦的众生。那你越帮助自己，越帮助痛苦的众生，你自己的不好的业果报越消除掉。所以还有后面还有，现在一起是吧？啊，所以他们现在要做八吉祥啊、七正宝各种宝物的供养。当我们念这个咒的时候，今天代替我们供养的都是新同学。
不见得活得比我们短，但是他第一次这么做了，因为这样可以种下一个非常好的福报善根。他们这样做供养，我看他们来世都是走红地毯的，要么做皇帝皇后，要么做影星歌星，至少也身材好。所以各位要养成一个习惯，那叫随喜功德。就像一个爸爸妈妈看到那小孩子长大了上台表演，爸爸妈妈会不会哭啊？很感动。修行要一直用这个心，你千万不要跟我没关系啊，那你就很可怕，你很冷酷啊。佛教的修行就是叫空性，佛教的空性，空性是什么意思呢？无立的无挂，一切的存在都是靠在外在所有因缘的存在，我们才可以存在。所以各位要爱护花草树木，你爱护花草树木就是爱护你的外表，爱护你的呼吸。你破坏别人，破坏世界，就是破坏你自己。这佛教讲空性就是互相依靠。所以各位从小就要感谢爸爸妈妈，再来感谢老师，感谢国家，感谢医生，感谢社会上各行各业，他卖衣服，他卖菜，他卖什么，离开这个我们没办法存在。就像我们身上穿的衣服来自于四面八方，就像我们吃一颗米，你知道，感谢农夫，感谢土地公，感谢水神，感谢太阳，因为粒粒皆辛苦，来源不可思议。那现在这个世界是合为一体的，所以要时时刻刻感谢。念一下，感谢天，感谢地，感谢一切，感谢母，感谢翁，你感谢不完。因为什么？这个就佛教的慈悲是来自于感恩心，知恩而感恩。那离开空气，离开太阳，离开水，离开椅子，所以我们老和尚每次上来就会坐 一起来就会摸摸椅子，谢谢啊，床让我们睡，椅子让我们坐，碗让我们吃饭，水让我们喝。离开这个我们不能存在，这个就是佛教讲的空。空不是没有，空是整体的观念，生命共同体。现在讲环保，讲生态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各位 要感谢世间外在的一切，要一直这样想啊。所以因为这样我们做大供养，所以这个供养最主要的意思不是光供养佛，为什么？由供养佛而供养众生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每天我们吃饭都会这样念，以后各位只要吃饭喝水都这样念，来，供养佛，供养法，供养僧，供养一切众生啊，平等的，离开众生不可能有佛。众生包括我们的爸爸妈妈、兄弟姐妹，对你好对你不好的所有生命。所以你每次供养完以后，最好吃的你要马上融入一众生。就像你早上吃苹果，好香啊，你不要有一个我在吃，这个香味啊布施给所有没吃到苹果的恶鬼道啊、地狱道，这样吃甜不甜啊？不是好不好吃，是喂他们。你要开始有这个思想，这就修行空性而产生悲心。所以我们现在念不空摩尼咒啊，后面几位菩萨代表我们做大供养。来，未必去山大道士，有佛法就有办法，像有太阳有空气一样，生命电视台的存在对于这个世间对痛苦的众生是那么重要，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电视台，多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将佛陀的教法深深地去思维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
拜托法师弘法兴庭。一月六号礼拜四，关圣帝君回生，上午八点半，台南万道分区北关斋戒甲消灾祈福共灯法会。联络电话：台南道场06-213-1112，台南西区中心06-258-9177，台南新亚中心06-259-2367，咸水药师道场06-652-2170，高雄路德中心07-607-3377。一月七号礼拜五，念香结千佛，七载度做一千劫。上午八点半，云林观音岗堂北关斋戒，佛香点万灯，供万水，药供甲慈悲施舍。联络电话：05-633-1565。一月八号礼拜六，念阿弥陀佛，七载度做200劫。上午9点。台中五峰岗堂降福在天，护国息灾祈福大法会。联络电话：02-238-9987。一月九号礼拜日，阿弥陀佛殊胜功德日，善行甲恶行升1000万倍。上午10点，新竹普愿福德院点万灯供万水，护生药供甲慈悲时时发挥。联络电话：02-2917-8855，03-533-7368。2月11号礼拜日，上午8点半，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北关斋戒点万灯供水护生甲甘露施舍。联络电话：03-989-9319。2月14号，日本弘法行程。2月15号星期六，日本长崎慈悲超度。2月16号星期日，念卢舍那佛大势至菩萨持斋除罪1000劫。上午，日本长崎蓝色公路慈悲行。下午，寺院参访。2月18号星期二，莲花生大士殊胜功德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万倍，五德尊侯神祖公圣代，日本广岛兔子岛慈悲超度。2月19号星期三晚上6点至9点半，日本大阪佛学讲座。2月22号星期六，念释迦牟尼佛持斋除罪8000劫，上午9点至下午5点，日本奇遇八关斋戒暨慈悲开示。敬请十方大德踊跃前往参加。阿弥陀佛。祈愿国泰民安，年灯岁人。生命电视台中五方讲堂举办供佛斋天护国息灾祈福大法会，护生点灯供水药供暨甘露施食，恭请海涛法师主法。日期2月8号星期六大年15上午9点，地点台中五方讲堂，地址台中市北区崇德路一段631号3楼之1，联络电话04-2238-9987，04-2238-9987。法会备有会供品与大众结缘，法会备有消灾超荐牌位。生命电视北区联合举办点万灯供万水护生药供暨慈悲施食法会，恭请海涛法师主法。日期2月9号星期日上午10点，地点新竹普元佛道院前广场，地址
新竹县新丰乡坡头村95-7号，联络电话02-2917-8855，03-533-7368。各位菩萨啊，欢迎大家啊来参加我们岁末年终聚会。好，那今天其实我很高兴是这样，因为我下午不在哈，很多菩萨呢依然基于荣民之家关怀哦，也做得很成功。好，其实呢，新竹盂兰是最高兴的一件事。拉花今天是用海涛基金会的。那个师姐来这边看望你们，我们先来念佛好不好？念佛会让我们大家身体更健康、更平安。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先带动伯伯们来念佛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。没有办法面面俱到，有时候只能当你们的后盾啊，希望你们每个人能够成长起来，不管是普佛啊、烟供啊、爱心便当、老人关怀，乃至于平常的法会共修啊，希望大家都能够独立自主起来啊，法器根本，那这样的我们的法务才能蒸蒸日上啊，所以感谢大家一年的付出啊，我们今年来呢，虽然说短短几个月呢，但是我们也做了不少的事情。那明年新的一年呢，我们就从1月2号的腊八粥开始。跟众生结缘，然后以后在这边每个月我们做爱心便当，所以我们来年一样会爱心便当、老人关怀、乃至低收入户、弱势家庭、生长团体的补助等等呢，还有学校、监狱的弘法讲座，这方面也是我们加强推广的部分。好，所以谢谢大家一年来辛苦，也希望大家来年日障消除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道业精进，阿弥陀佛。表演的这术业有专攻啊，我们会拍手就好了，热烈掌声啊！边吃边看秀多好呢。
年行大运，鼠年赚大钱。中秋节，大家好。阿弥陀佛，祝各位新的一年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海涛慈悲基金会屏东分会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为缘消灭，顺缘增长，广闻生思，勤修佛法，六时吉祥，2020平安快乐过鼠年，耶、长青路 Next stop, Chongqing Road Station. 随着年龄增长，导致人的代谢减缓，因此指甲会变得越来越厚，越来越硬。长者也因视力的退化，不方便弯腰，而很少修剪指甲。一不小心，可能会剪到肉，长久没有修剪，将会更难处理。长辈一般太久没有剪指甲，其实就跟我们一般成年人是一样的啦，其实都会过长。那过长的话就一样是影响到生活作息，比如说手指的部分就影响到抓握，抓握握了有可能会导致受伤流血。那脚部功能的部分一定是穿脱袜子鞋子的时候过长没有办法去穿，或者是穿了之后会不舒服。对，那这些都是一些影响到他日常的一个问题。长者自己剪指甲困难重重，应该由家人或是专业的照护员帮忙修剪。现在我们就来教大家怎么帮长者剪指甲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是来想要帮长辈来剪指甲。首先呢，我们先要剪指甲之前，我们先来泡脚，从手的指甲开始剪起。等一下脚指甲泡软了，我们就比较好修剪。安尼修修不？你那按多安尼足多啊好哈。因为那个指甲缝啊都会塞了很多的细菌，所以呢原则上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会先自己这样先把双手先消毒好，然后会拿一张湿纸巾，我要把今天用的工具也会做一个消毒。好，我们把它消毒完了以后呢，我们直接先从手开始来剪。原则上呢，因为我们今天避免夹到肉，所以呢，我们会把我们的指腹，还有长辈的指腹呢，我们会往下拉，拉一点，然后我们就会这样子比较不会剪到肉。好，来，哦，来我来夹清高，会听无？没啦，无夹着吧？没啦。原则上，我们的指甲不能够剪得太深。哦，这样会不舒服，就稍微剪，剪到还要留1到2公里的距离，这样子。然后我会顺便把刚才那个酒精、湿纸巾，哦，这个指缝，我们这样剪完了比较好清理，这样感觉会清完了，他的手指头会比较清爽一点。我们这样子剪，哦，它的表面上还会有一些粒粒的。我们等一下酒精把它擦完了以后，我还会再给它用磨指甲的，把它磨平整，比较不会粒粒的。手指头剪好了，刚好脚也泡好了，我们把它先擦干。因为刚才剪完了手指甲，所以现在原则上我这个签子我还做一次的消毒。
现在指甲泡软了，就比较好剪。通常脚的指甲它们都会比较增厚一点，所以这个剪比较好剪。我们一样的也是用指腹把它的脚趾腹往下推，这样比较好剪。剪指甲看似是简单的清洁动作，但是帮长者剪指甲有需要多注意的地方。小小的指甲学问可不小哦。OK， 首先第一个部分的话就是要看它指甲的厚薄，那指甲的厚薄会去影响到它选的那个指甲的器具，那这是第一个部分。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看说长辈本身有没有灰指甲的问题，如果说他有灰指甲的问题的话，我们建议器具是要做分开的，避免说会有一些感染性的一个问题。那再来第三个部分，可能要了解到长辈的疾病，如果说今天长辈本身是患有糖尿病的话，我们会建议在做修剪的时候要格外的小心，又或者是说我们可以了解一下说长辈的那个指甲的长度是有多长，我们尽量不要剪得太短，对，适当性修剪一下不会受伤就好了。所需用品：毛巾、脸盆、湿纸巾、指甲钳及磨刀、酒精、装温热水，水温应控制在37-40度。将长者的脚泡入水中，用温热水软化脚趾甲，关心长者水温是否舒适。用酒精消毒手及用具，避免细菌感染。在剪脚趾甲前，要再消毒一次哦。修剪手指甲，用指腹将长辈指甲掰开，避免剪到肉，修剪长度勿过短，关心长者有无不适。用酒精清理长辈的指缝，达到消毒及清理的作用。磨平指甲，磨平锋利处，避免长者抓伤自己。擦干脚趾缝，修剪脚趾甲，长者指甲比较厚，使用指甲钳较方便，用指腹将长辈指甲掰开，避免剪到肉，修剪长度勿过短，这样就完成咯。极乐世界。